插好是那个 Mr. RZ， 然后我今天是要做这个 TOEFX 真的假的转盘讯息查证。那我常常会在 LINE 上面看到像是这种有会员转传含有不实讯息、不实资讯的讯息。那对于一些不熟悉数位世界的人来说呢 ，Google 很难，可是他们很会转传，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check box， 就是当我们想到要查遇到在 LINE 上面遇到想要查证的讯息的时候，就可以转传给他。然后呢，这个 but 它就会回复说，这个文章是不是含有不实讯息？那 TOEFX 这个 line bar 是不是真的可以去处理各种转传的讯息吗？当然没有那么神啦。就是如果现在我们收到的讯息在资料库里面找不到的话呢，我们就会问使用者说，要不要把这个讯息送出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然后呢，使用者一旦答应之后，这个讯息就会被搬到这个 TOEFX.tw 这个网站里面来。任何人在登录之后呢，就可以对这些转传讯息撰写回应，然后也可以附上辟谣文章的连接。这些收集到的转传讯息，还有编辑者的回应，都是以 CC0 释出的工作领域，而且也有 API 可以供大家使用。所以不只是我们 LINEBOT， 像是新闻网小帮手 2.0 之类的专案呢，也有机会可以使用到这个专案。我们协作所出来的资料，这专案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 LINE 讯息的新闻小帮手，让大家可以一起把所谓的转传讯息跟辟谣文章来连接在一起。目前上面有6200多篇，有16000位网友在 LINE 上面转传进来的讯息。不过呢，目前只有其中的700多篇被小编处理过，那大概还有近90%是没有处理的。那希望就是有带大家一起来分类整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征小编。据来说，小编的工作流程是这样子：在这个网站上面找一篇想回的文，然后 Google 看看有没有辟谣的文章，然后改写成 LINE 回复之后，附上文章的来源，送出回应。那在今天的最后，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小问卷，请来参与的编辑来一起填写。那这一个问卷的内容，的结果会变成我们设计师改进网站这个协作网站的这个改进网站的重要依据。所以呢，如果大家对回应一些什么最新颖酷炫的谣言，或者是历久弥新的古董讯息、同温层深处的取暖文，或者居心叵测的抹黑有兴趣的话，那请到后面的这个会议室来找我们。谢谢大家。好，谢谢。